果你这块农地，你是一坪五万买一千坪，区段征收完毕，跟新义计划区一样，一半的地要捐给政府，那你是不是少一半？少一半之后，你的成本是就变乘以二，就变成十万块。十万块就是区段征收完毕，政府整完地之后的价格。